欸，今天有进步哎，小乖乖，你今天的进步。这只黄的好像不太喜欢吃，黄的好像喜好的食物不太一样，应该吧？身体比较笨。没有哎，它很会吃，它很会吃的。问它什么？它在咕咕。它在等待它要的奶奶。两个喜欢吃的东西不太一样。这个蛋把它泡在汤里面。那个。那里，然后这里。啊？是吗？蛋。这个可以放什么？乖乖，真不愧是乖乖，你是用小米做的。你的组成分是小米，所以你叫乖乖。乖乖，真的是乖乖。这里的，这里的，好了，你还是会死。